来最后一个关门啦。签名不要改来改去啊，签名要这个啊。不要。OK， 来，向右传。全部在网站问 ，yes， 注册官会回答你的，一定准 ，OK。你有时来到问他未必准的，为什么？假如你遇到那个人家有十步，他讲到八步给你罢了，你又做少两步，因为他可能睡觉的那时候，啊，所以网站还是最安全，啊，他还可以告诉你，全部的那个 JPN 的地址、电话还有全部的，哎，对呀，你电话讲那只凶。啊，哪天嘛要？谁要做单身证明，也是可以上网看看，可能要跟外国人结婚的。来，全部人站起来了。你们两位举起右手。我今早就申请外先生的李院女士，郑重在我和证人面前表示各自的意愿。三区外先生，你选取戴丽苑女士美丽的妻子。戴丽苑女士，你选这个三区外先生美丽的丈夫。郑重记住，这就是个女人的结婚电话。马来西亚重婚和坐牢的，根据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494条文，重婚坐牢7年，罚款3000。来，你帮女的登记之前。左手相机一直按啊，来，恭喜两位白头偕老，谢谢阿弥陀佛。来，开播的全部开播的来组建啊，拜拜拜，把站好好给你们拍，给小姐大一点，亲密点，抱着他。